几十年，何必斤斤来计较？了解自我如金藏，天堂地狱在瞬间，就空长留不尽物，色身犹未再到期，身怀宝藏不相识，转无然为清净身。人生叹苦苦何在，情深入苦去感受，来观受时空，才能了解何为苦。浮生如梦可成真，苦乐有心总是欢，情与无情同有受，手中所生成为神，心念执着就是主，反恩为仇成为义，善念灭诸就是灭，观心无常有思想，转移心思来观察，了解人心如金藏，生住一灭在其中，有色无色皆是法，众生皆为他所困，要真谛真心，我是无名与乱意，莫转也能作明镜，自家宝藏善真身，周万物里，万法无我为心藏。善道在主人，
多，是情浮世默然成。
心有心在用心。一切举动一念心，知心守意欲为梦，度人先从旧心起，培养一份人的心，一念涵容三千劫，守住最初一念心，万法皆出于一念，多想正道念离心，转移心思求正道，心不散乱就是定，念自心自皆定慧，坚固一念出发心，挑柴云水不飞刀，心主作我皆是禅，若将佛法生活化，历历照然心。三法三抉择，上求佛道化众生，学佛要求于内心，分辨是真或是伪，学习佛陀大悲心，修得七觉正道心，心若转移无杂念，离心正道不见现，名利地位都虚幻，善人绝了修道法，有情众生烦恼多，情难断而爱难舍，此无量心无间断，分分秒秒静静中。
有情无情都烦恼，七情风云也烦恼，烦恼万事来挂碍，千头万绪总烦恼，心转意解除烦恼，心若能定这情安，断除诸间烦恼事，上善佛界没烦恼。日常生活执着心，舍利所见念着经，心明白虚心要坚，把握现在是道心。人生有路走绳索，甘愿来做欢喜手，看得开来想得远，专心利益向前行。
悲仰来心与来心，心正念正见解正，无漏智慧修舍身，道业常在正道中，观住一切邪妄心，恢复清净的本性，娑婆世界好修行。修行菩萨道。